护士法庭。理论上说，我并不能合法的持有。约德尔人，为什么总是约德尔人？打架，我第一身能行进去。要打就打，好吧，陪你跟你干。来换血，换不死你。把野鸡毁了算了。太稳了。真正的探险家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好，洗洗水，没勾到，洗洗水，撤退。一套打你半管，别跟我说你 A 我一下，我 A 你四百啊！你只要 A 我一下，我就打你四百血。最棒的 EZ， 我名叫伊泽瑞尔，伊泽。OK OK， 对。别担心，我不是这样。我可以要张收据吗？我的会计很能干。什么也拦不住我，除了树瑞玛的寄生虫，那可不太舒服。控小龙呗，把龙控了，抓他嘛，抓他，感觉不好说。谁要地图啊？哎，车没了，平台没了，炮车没了，我的心情也不是很舒服。拜拜。走好，走好了您啊！我在这里，我就在这站着看。你要死快点死！这没办法，这个该死呢还是得死。
我往后走一点，等一下我也要被，我也可能也要死。往后站一下。OK OK， 我不会死。哎，可惜没 A 出来 ，A 出来能补掉。这个。这个平线，我这圈我就追的平线。哎。有些人说我是英雄，这是他们说的，不是我。不过这话说的挺到位的。不碰龙吗？下路优势哦。他们控龙了呀！哎，老子下路优势怎么对面能控龙啊？昏啦！我的小龙，你大牌子，我小龙没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救他一下。没给他算了。先锋总得来吧，小龙没了，先锋得要吧。肯定是被一只蚂蚱或者什么东西弹了一下。烦不烦啊，哥？来，来弄，没 Q 到算。我很开心，战胜邪恶。来弄好吧，那等我三项了，把你们全弄全干了。他不是失手，是什么时候六级？你拼一下。干嘛野野呢？打野呢？打野。打野在干嘛？打野。打野先分，来抓下先分能控吗？打野。行，打野。就这波有点。有点知道在这边，但我想看泰坦什么时候升六。泰坦升六的话，可以考虑打一下。泰坦没六。他是个国家英雄，真拿不了先锋了。这好像现在不好弄了呀。就散了。只要你有本事，不需要什么运气。
哎，这把被干昏了呀。家里要两个大招都给下路了，哎，他们砍野来抓。狂什么？家里要来，你来好吧，我他妈打不死你。来，如果六级的穴位就不算是盗墓，我吗？放在博物馆里，这也应该放在博物馆里。我可没说一切东西都要。我从不吃屎，但我会空放几枪以示警告。这条小龙又是他们的，这怎么玩啊？哎，玩，这样小龙没你看。哇，我真昏了，老子下路又是他妈两条龙都对面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按理说不是我们的两条龙吗，哥哥？压就算他没事，他没眼了，他是宝一样。我往后缩一下吧，我等一下。这波绝对来下，他这波一定往下路站的，看吧，我塔前我稍微记住一点。这波砍野是一定会来下的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来弄好吧。来，谁还要来跟我战斗？什么？弄不死你我！战斗！哎，没意思，跑了。不敢与我一战。他妈补刀的，他补刀补的好爽啊，170的，我妈的！家里要两波游走吸血鬼没动，他补刀就很爽。我操，16分钟13级的吸血鬼怎么玩？对，我们要解救几件圣物。
说实话，16分钟13级的吸血鬼确实不知道怎么玩，太懂了法语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有本事。回我把这条小龙总得打了吧，这条小龙再不打没道理，有点接受不了了，一定得打啊！这波不打这波，但好像不好多了，多丹可能死了，多丹好像是，但也得打，是真得打，这条龙真的让不了，这条龙让了玩不了。还有点想打出更大的战果，就关键的支援团先扫人，四打五，很烦，有点烦。说实话，这条龙要没抢到，没抢到压力就很大，抢到了还好，对面打野没成。没视野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自己找好位置就行了。这波是要打架的。他们辅助死了，他们大龙根本就不可能有视野的。
这一定要打大龙把他们人逼过来的，到团的地找好位置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的这个团战，过来就开啊，那都是有开刃人力的，太惨了，那到底怎么还拼信号呢？蹲人，那蹲人，你自己找位置蹲不就好了？什么情况呀、啊？对抗路超人，这对抗路超人是不是被打懵了？对抗路超人。这炼金应该有闪，他在巨，他刚刚那个站不进往前，他应该算闪现被入。哎呦，你小子！开局炮了，我操！那对抗路超人是这样子，你们这对抗路超人在干嘛？对抗路超人，对抗路超人怎么下来送的？对抗路潮人怎么传到了一个奇怪的位置，然后被逮住，然后死了？你不会踢兵吗？对抗路潮人，哎呀，昏了，又被他们打回来一波，但压力好大呀。主要他们小炮装备不差呀，小炮有点肿的。我的死亡报告太不真实了。对啊，这小炮这三件他现在处理前排的速度比我快多了。没红吗？啊，没红啊，真没假没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啊。没加伤，没线。
呀，没线。来来来，看，来来来来来，对这个，对这个，对这个。我操！还有高手！我的妈呀！他好懂啊！他飘闪现了，我们上来就不跳技能，回一下血。对抗陆潮人有作用了，对抗陆潮人，我的妈呀，对抗陆潮人终于跳了个好大招。继往前，不计前嫌，好吧，对抗陆潮人，把那波送了就不让你了。这个大招跳得好，这个大招很帅，而且还恐惧到他们小炮了。